龙在江湖，黑社会之以和为贵等等等等，影响力非常大的片子。而夏文强本人呢，也在当时的赌圣片子里边呢，扮演了那个不苟言笑的龙武。哎，自己人全搞定了哈。认识你那么久，从来没见你笑过，今天能不能破个例笑给我看看？不行，我笑好难看。嗯，很多朋友当时看了周日发言的赌圣，稍带着对这个龙武有所了解，那个人就是夏华强。我来给你介绍，高进先生，龙武先生。龙先生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不懂赌钱，但是他可以帮你解决除了赌钱以外的很多问题。夏华强在家里，他家里总共有是13个兄弟，